지금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龙宝，永远的神，给我冲！阿拉农农，你打他应该是，你这个对局应该是亏的吧？你们这个对局，看吧，对面牛头如果玩的很好的话，我们应该推不过他。那个 AD 凶一点可以打两个，不过我们这个挺克他的，看看，应该还好，应该能推，硬推可以推的。我单开吧，我单开就行了。人家要帮你打了干，不要了，走开了。那我走了。走开了，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怎么开的。嗯，这儿有眼，这儿有眼。兄弟，有个人玩恶心的，他把我红拉走了。辛德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次关系很大，我想现在把他妈操了。有问题的。啊！哇，兄弟，闪现庆祝吗？这个辅助。本来我们这波换血这个 AD 崩了的，你在收我吗？反击 A 呀，换血了，就反正 A 了吗？可以月下，可以月下龙宝，我们这波双三。我这边有个蓝枪。那不太行啊。啊，我这边会行，他救人。他们辅助死了。啊，兄弟，太厉害了！啊，不是，我惩戒用哪了？我惩戒按出去了，但我不知道我的惩戒去哪了。他一定用残。没回血啊！小哥哥，有回血了吗？有回血了吗？问一下，我回血了吗？他妈 AD 辅助没闪，没事没事，还行，这波说实话不亏，宝贝儿。宝贝儿，你可能有点难受。不是，有。bug 啊，我觉得有 bug 吧，回了吗？我真没回啊，我惩戒了，但我不知道回了什么，我惩戒不见了。特牛头拜年，不拜年也杀不掉，不过这是实话，但是拜年就很好笑。拿是不是我的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你没有回血。这波不可能这么快倒回，上路线放回来吧， AD 没闪，好杀。回了啊，回了四个，那没办法，可能他那一下打得很痛苦。我觉得有点上路。阿杜力看着死，为什么要去死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应该是大牛，是我的塔下了。哎呦，好难受啊，兄弟！哎呦，好他妈难受！我本来超优势的，为什么他要硬生生过去锤辅助啊？过来帮我吃兵不好吗？哦，我们这个辅助玩的我好痛苦。
龙宝哥 I need you。 等一下，他们走了，就这样吧，结束吧。打野男枪在上，他死了一点，哇，不容易，哇，刚刚那波我们不打辅助就好了，直接过来把 AD 吓走，那个辅助只能绕。我操，他这一波回去敲辅助我挺难受的，我不去帮他 AD 跟牛头去暴打他一套，而且里面刚好没有野，不然我还能推开一下牛头。还好还好，总归是没炸，刚那波死了就炸了，兵线也全部吃不到。我有机会单杀这个 AD， 把线放出来一下。这个是 ruler 吗？他的 ID 好像不是这个。他们打野在上面是吧？嗯。这波他把队给他了。好垃圾啊，这娃！加速器问题。AD 没双招，等我等我等我，等我刷一句。现在二级套，他 AD 辅助都没双招，双招全用，技能全用了。我敢盲目摸眼镜。哎呦，我这波没事。我不回了。我往上靠。哦，三次往南。他辅助也没有啊。嗯，我这波有闪的话起码杀一个。我继续去下了，我现在能爆锤那个 AD。小心啊，小心，我不排得很快吧，AD miss 的，AD miss 的。
这个 combo 有点尴尬，这个 combo。这个车并能看到我们。飞到有人后面，是啊，哎呦，这里还有个新德拉吗？男枪也在，不给情感都 OK。OK， 哇，男枪也在，还行，你们推吧，推吧，挺舒服的。干，我没拿到这个人头，他们五个，哦，一换一。这波我没闪，下波他们两个有闪。AD 辅助没闪。哇，兄弟们，这个维恩的吃刀啊是真的恐怖，12分钟87刀，而且是在我们对线优势的情况下，就硬生生的不好补刀。这波就硬着，这波死了就是。来硬射他一下。AD 有治疗吗 ？AD。先打一下。AD 不知道。有点怕这波。辛德拉又来了吗？这 AD 好惨啊，我去，刚出来满血被小鱼人掏个大直接秒杀。这个牛头应该是个补位的，每次二连就这么轻易的被我一打断。中亚呀，这个辛德拉晕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我来摇。这葡萄啥意思？
玉帝没闪。牛头再往下靠。我回了，我回了。AD 用闪了 ，AD 用闪。还行，不是特别亏。这盘出火炮，有辛德拉。火炮无尽吧，或者火炮羊刀看一下。羊刀其实没必要出这盘，很难叠起来，对面爆发太高了。好理解。小龙可操，小龙打我。嗯，我可以来帮你们。他们很想回这边，真的假的？他们这波 AD 刚用了闪，我可以骗一下，可以骗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七了，对，慢点。牛头，牛头啥意思啊？踹一个不？真的可以。踹。可以可以。不行，他用空了，这不行吧？可以赢，可以赢这把。可以。Nice 哦，阿龙，你刚第一时间有闪吗？我有闪，但是我被那个谁阿了，被这个阿了，被那个青菜阿了，他有闪跟我阿了。他不挖我就可以操作，而且给了个治疗，那他们对我舒服。可以，芒果鱼吃蟹，给芒果鱼。这波打起来就好。哎，完了，不该依他的。我去推上路二塔，辅助过来一下，辅助过来一下。我打了这个过来。你看也不回来，我追了。真是，我们辅助在这站着，我觉得可以开呀！我操，开这个辛德拉，我去。可以点吗？你可以点吗？嗯，我把它点了，我把它点了。对吧？帮我挡一下大蓝枪的，没事没事，完了。呵呵，哦哦哦哦，漂亮！芒果狗来了，芒果废弃。你家里不是很好吗？回我回。他是不是有个 ID 叫芒果狗来的？哎，他有大吗？这个人？不知道，他没放过大，你直接走。我要回了，我要回了。我操，这波这个塔、啊、还让他拆掉了。兄弟，不要玩意识流吧。哇，追到角色，可以给个男人，他
可能想反杀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就不追了。我这车吃车了。真棒！辛德拉用闪了，辛德拉。刚刚打我的时候用。来大龙不？可以啊，我来了。但是我要先吃个红 buff。完了！他是用闪的吗？一下拿把好远，应该没用吧？配备大龙了，我觉得。是的，新增来也没闪，打大龙很快的，这有点。我来，我来。现在也不在，别打了。不错，我们这波是打的。但我们上路没枪，我们辅助回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再扛一会儿吧，把我们人逼过来了。来了就走，来了就走。你小枪，留个 W 吧。金刚也过来了，没事不急吧。不要打掉，先往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打三千吧。过来啊！哎，王国宇开了，来来来来看一下。刘鹏，我看着，先把你接。青钢影这里，我看着，我看着，我看着。青钢影没 Q。可以看。先打刘，先打刘。这刘死的很快。把刘打的死了死了。我操，不是吧？没事，他没 Q 到我，没 Q 到我，插一下。是啊，这是的。哇，我的血手打到我的这种血了，我还不出发，你在逗我吧？假的吧，这血手。你得有致命伤，就是那种一下很多伤害的。我都被打死了，快点都，就差点被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还不出发，假的吧？现在也没反应，急了。可以，我下班呢，拜拜。阿龙，阿龙，我撤了。可以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